大家好，我是瓜牛哥，知道吧，朋友们？战术啊，这是战术。现在最后的时间就要用战术，不要去打那些加高分的人了，因为打他们打得慢。这暗黑欧布也是有点烦人的啊！哎，这个。我没想到这个对手的暗黑欧布也挺强的啊！他应该把所有最好的东西全给暗黑欧布了啊！这个朋友，这一波就时间浪费了啊！还有八分钟，朋友们，不看了啊，我们就不出去看，就在这里怼就行了，争分夺秒，哎，最好还可以再加十场全部打完，但是不知道运气行不行，运气行我们就可以，怕的就是运气不行。我直接硬怼就完事了啊！哎，就是这样硬怼。争分夺秒，对的，朋友们，就是这么刺激。抢第一，就是这么刺激。还有七分钟，加油！那么这一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支持瓜牛哥帮忙多多点赞哦，下期视频我们再见，拜拜。